湾区传媒体，全湾区都睇。大家好，我是梁可希，我是薛盈文，欢迎收睇由粤港澳大湾区主流媒体联合制作的节目《湾区传媒体》。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承载住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家国情怀。我哋推出中秋节特别节目《粤满中华，情牵四海》，诚邀观众同我哋一起重温流传百年的中秋故事，品味各地丰富多样的节日嘅美食。感受一份团圆的温暖。事不宜迟，立刻开始我们第一个环节《粤满中华情》。杭州自然造物文艺研究中心今年推出的金猴揽月礼盒，吸引了不少人关注。这款礼盒包含了多款经典老字号酥点，同时附有翻花工艺，食客可以利用礼盒配套的 DIY 套装制作一盏花灯，有得食之余又有得玩。而杭州这一家的月饼工厂亦都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月饼设计，创作一系列特色月饼。今年广西正西的土月饼受市场欢迎，这种月饼壮话叫饼多，以正西大香糯为主要材料，再加入八角、陈皮、白糖水、猪油等等，以芝麻做馅，口感松软，糖分少，味道独特。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最近推出了寻找最美嫦娥活动，邀请舞蹈爱好者、乐器演奏者以自己的方式去展现嫦娥的魅力。活动吸引了大批市民参与，他们亦都纷纷使出浑身解数，希望同雪饼猴等网红人物同台演出。中秋假期是新疆入秋最美旅游季和秋收采摘季，假期旅游、探亲、务农等大批旅客出行，迎来客流高峰，所以新疆铁路部门加开超过250班临时旅客列车，同时满足当地居民团员和外地游客假日出行需求。中秋佳节，各地都有不少传统习俗。我知道在香港，每逢农历的8月15夜晚，在大坑和薄扶林村都会舞火龙。 Vincent， 你有没有参与过？中秋舞火龙我真的听得多了，不过就未接触过。不如我们都跟着镜头一起去薄扶林村那里了解一下。舞火龙是一项中秋节的传统习俗，每逢农历八月十五的夜晚，薄扶林村都会举行舞火龙活动。几十个村民舞动火龙，在大街小巷巡游，祈求平安健康。舞火龙几时开始呢？相信已经是100年前的事。薄扶林村以前都是一个农务的社会，很多时候都会有些瘟。什么瘟呢？猪瘟、鸡瘟，那些人就会赖神赖鬼，一些禾草扎成一个龙的躯体，将烟香插落去那个龙身那里，去游走一些地方，直以驱走一些不好的东西，那就演变到今天。进行舞火龙活动之前，薄扶林村的村民首先会为火龙点睛，进行拜神仪式。舞火龙队伍之后会在村前打龙饼，舞动盘龙热身，然后再拜祭李陵先者、西国大王，然后就回到去村口换啲香。嗰个习俗嚟讲咧，拜完神嘅香火系唔应该去同村民去参拜嘅，阶级观念嘅，因为神就神，人就系人，咁所以我哋将啲香要换晒佢，再重新插过啲新嘅香，先至去入村同啲村民去逐家逐户祈福。近几年，薄扶林村的舞火龙活动甚至冲出地区，向其他地方的市民推广。今年我会走去黄大仙积色园嗰度，跟住花墟球场亦都会再做一次，希望将一个咁有规模亦都咁有兴趣的节目带俾大家。咁所以要开始将呢一个活动咧带出嚟，
俾社區一齊參與。完成咗之後點咧？呢幾年薄扶林村舉辦咗唔少扎作火龍嘅工作坊，由村民教授扎作技術，令市民大眾都有機會接觸呢項傳統手藝。得瘦咗啲啫，唔緊要，我都好瘦啦，冇問題。我哋住南區，咁咁多年來我哋冇接觸過，而家有興趣試下。我諗我中秋節會嚟呢度睇佢哋舞火龍喎。舞火龍除了是節慶習俗之外，對於薄扶林村的村民還有另一層意義，就是凝聚村民。薄扶林舞火龍其實代表我們整個薄扶林村，這個已經是我的根基了。由我小時候接觸舞火龍到現在，真的已經說真的有四五十年這個光景。為什麼要這麼鍥而不捨去做這個動作？其實一個叫做使命感，亦都系呢一份使命感，令到阿萧希望可以将呢一项传统习俗继续传承落去。讲紧承传咧，我唔单止净系话薄扶林村人，如果全香港边个后生仔女有兴趣嘅话咧，我哋一样唔会收收埋埋，一样可以教到佢哋。Andrew 就系其中一个喺阿萧指导下参与舞火龙活动嘅年轻人。師傅成日講話要傳承啦，咁其實大家同心合力咧，我哋都有信心可以同各位師兄弟一路合作，咁可以咧薪火相傳，每一年都可以繼續做。2017年薄扶林村舞火龍項目被香港政府列入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從此舞火龍除咗係一項民間活動，亦都成為被官方所認可嘅活動。因為呢個係香港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帶出去俾全香港人認識，我覺得是理所當然。甚至乎哪怕葵涌區下一年的中秋節整一條火龍出嚟，我亦都覺得很開心噶，因為百花齊放。中秋節不單止是中國的傳統佳節，亦都慢慢成為了聯繫世界各地朋友的文化大門。是啊，而一班生活在廣州的外國朋友共賞明月，又一起品嚐月餅，他們感受到中國傳統節日的儀式感，更在文化交融當中獲得不一樣的友誼。現在就一起同外國的朋友感受中秋情懷啊。I have to admit that one of the things I do love to do is sweet moon cake. Is so fusion is great. The best one I've ever had was a yogurt. It was really good. Yes, but of course I also like the traditional ones. 最喜欢有鸡蛋在里面那个，也不是很甜。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每一年都会过。My favorite is the salted egg flavor. Been in China now for 2 years, so I've had the enjoyment of having 2 mid-autumn festivals here. I currently work in a kindergarten, so we just do different activities, making moon cakes with the kids during the lessons. It's with my class, so I teach the class and every event, whether it be mid-autumn festival or anything, any other Chinese.National Day, we always do events at the kindergarten. Happy, all the kids, they like to do, the parents, they come in, they also like to do, so it was a fun activity.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the Mid-Autumn Festival because the joy that runs through the whole community is, I also enjoy the time to relax with friends, to get family together and to get friends together, and we can just enjoy telling stories and being together is a really special time. Because Thái Quốc has a lot of fun.潮州潮汕人哈，我以前老板我一个老板也是啊，潮州潮汕那边，他家每年会搞这个，嗯，我们会是饼那种。Saya orang Bali, tapi tinggal di Jakarta. Kalau kita ke Chinatown di Pasar Baru gitu ya, mulai sekarang sudah ada hiasan-hiasan, terus jual kue bulan yang mirip seperti di sini dan biasanya kirim-kirim tuh.Kirim-kirim kepada teman, pada keluarga kue bulan tersebut, baik yang tradisional maupun yang lebih modern, itu ada. I'm Australian. We like to call each other mate. So we would say, have a great Mid-Autumn Festival, mate. 我的中秋节是我们是叫娃娃趴站，啊，苏珊娃娃趴站。Joyeux Festival de l'Automne. Selamat merayakan Festival Kue Bulan.在这个团圆的日子，穗港澳三地同望一轮明月，共享中秋夜，品团圆佳肴，赏民族文化。接着下来，由我们带大家去到湾区不同的角落，一起感受充满喜悦和温馨的氛围。是的，麻烦主持人，我是广州电视台记者刘伟莹，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越秀区江校路一带。
咁喺中秋節前啦，呢度嘅商户咧就會將呢啲手工燈籠串成一串串，掛喺個鋪面呢度，以嚟銷售以及係展示噶。咁呢啲燈籠咧，一般係分為兩種，呢種傳統嘅燈籠咧就包括有金魚、蓮花、鯉魚、兔仔。咁當然啦，呢近幾年咧，亦都係出現咗好多嘅新款喎。咁包括有識喐嘅飛龍、小飛象、小怪獸等等，呢啲咧就係小朋友比較中意噶啦。咁圓圓嘅燈籠咧就係寓意團圓。咁我亦都喺呢度祝福大家中秋節快樂，合家幸福。我喺廣州嘅報道就係咁多，下面交俾香港嘅同事。我依家喺香港尖沙咀，呢度正喺度舉行甲辰年中秋彩燈會，四周圍都係濃濃嘅中秋節氣氛啦。咁喺我身後嘅彩燈咧就叫做月上龍宮，因為今年係龍年，所以就用咗龍作為設計元素，結合香港藝術家設計嘅多媒體藝術同埋四川嘅傳統花燈扎作工藝，成組彩燈造型栩栩如生，可以想像夜晚開咗燈之後會幾咁靚、幾咁璀璨啦，好適合一家大細過嚟觀賞，共度佳節。咁我喺呢度咧都祝福各位中秋節人月兩團圓。我係澳廣視記者劉偉健，我依家咧就喺澳門嘅議事亭前地，呢度係澳門歷史城區嘅核心地帶。而由我身後嘅呢座大型牌樓，我諗大家都已經可以感受到中秋佳節嘅濃厚氣氛。呢一座夜晚會亮燈嘅大型裝置係專登為呢個良辰佳節而設，喺呢一個被葡式建築所包圍嘅廣場上。耸立住一座中式裝飾，是澳門中西文化交匯的一大例子。而來到中秋節，月餅當然必不可缺。澳門作為美食之都，亦為大家帶來不同款式的月餅，由傳統做法的到糅合不同風格的新穎月餅都應有盡有，保證滿足不同的口味。除了吃月餅，不少本地居民亦都會參加不同的節慶活動，例如猜燈謎或者燈籠工作坊等，一同歡度佳節。我的報導就差不多，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试用时间交返给主持人。中秋佳节不单止是赏月的时节，更加是品尝各地特色美食的最佳时刻。譬如说广式月饼的香甜和苏式月饼的酥脆，每一种的味道都承载着家乡的回忆和文化的韵味。我知道有些地方还会用食材自制中秋灯笼，很有趣的。我们现在就一起去看看这些别具特色的灯饰。每逢中秋佳節，貴州省清鎮市的街坊都要選取金瓜、南瓜或者西瓜來雕刻瓜燈，寄予來年風調雨順、五谷豐收。一件成功的瓜燈作品要體現刻、漏、刮、挑、繪五種工藝，同時亦要彰顯形、色、光、聲、動五個特色。中秋佳節除了要一饱眼福，还要医饱个肚。走入呢间位于云南大理桥后镇的烤饼作坊，刚出炉的火烤饼香味扑鼻，色泽诱人。每年中秋节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每天要请十七八个工，一天要做火烤饼，大大小小七千来个。桥后镇古时以盐享誉四方，素有甜西盐都之称，亦因为盐而聚集了一班商人。他们的马帮文化丰富了古镇的饮食文化，所以当地的火烤饼亦应运而生。月饼象征着团团圆圆，我们小月饼做的一共有六个口味，最受欢迎的是玫瑰饼、火腿饼。每年有上百万的火烤饼销往全国各地，桥火烤饼也成为了桥后饮食文化的一张名片。同火烤饼一样，仲有内蒙古呼伦贝尔的人气特产，在中秋节备受欢迎，而且远销全国。结合咱当地的民族特色，想把咱们这个当地的特产融入到这个产品当中，然后结合做了奶皮子月饼、酸奶月饼、奶渣子月饼以及面包等食品。那个中秋节到了，完后了，我买点那个奶制品的那个月饼，拿家给亲人们尝一尝，吃一吃。这些特产不单止在当地受欢迎，亦成为很多外地游客和网友在中秋时节宴宾待客的选择。在咱们的店面每年能够销售一万块左右，然后咱们有自己的销售商，每年销售将近是十万块，然后通过他的销售可以就是传达到咱们的海乐各个地区，以及外地的海南深圳等地方。
中秋佳节圆月高圆，万家灯火共此时。每一个过节习俗，每一口月饼，都寄托住各地朋友浓浓的爱同埋思念。喺呢个中秋，等我哋跨越山海，共赏一轮明月，共享团圆之乐。讲起中秋食月饼啊，当然唔少得啦。Vincent， 你最中意乜嘢口味嘅月饼咧？我个人比较传统嘅，咁多嘅选择咧，我最中意嘅都系双黄白莲蓉月饼。一谂到咧，嗰啲入边嘅咸蛋黄咧，真系急不及待想食翻个啊！咁你咧？我啊中意咧传统嘅五仁月饼啦，因为咧有坚果嘅脆香啦，再夹杂住微微嗰种猪油香，哇！真系回味无穷啊！除咗咧有一啲传统嘅月饼口味之外，今年市面上都多咗好多新口味的月饼，那不知道哪一款就是市民心目中最喜爱的月饼呢？在这个月明风清的夜晚，数不清第几届的月饼武林争霸战拉开了序幕。今年的参赛选手除了有经典的双黄白莲蓉月饼、传统五仁月饼之外，还有不少黑马，譬如这间饼家的皇帝的新饼，不是，应该是消失的月饼。打開呢個收納盒嘅時候咧，就會見到好多嘅櫃桶仔啦。咁裏邊咧就有兩款嘅消失的月餅，亦都係八年前嘅月餅嘅餡料啦。一個係叫做西施醉月啦，一個係叫做銀河夜月嘅。呢一款銀河夜月係五仁月嘅 Plus 版。咁佢嘅餡料除咗傳統嘅五仁餡之外，仲加咗廣東人中意嘅臘腸，同埋寓意中秋笑哈哈嘅蝦肉。咁今時今日仲可以食到八年前嘅月饼，真系非常之奇妙啊！除咗广东代表，呢间酒店仲推出咗粤港澳大湾区代表参赛，就系呢一款嘅观海蟹月啦。呢只观海蟹月咧，其实系避风塘炒蟹风味噶，辣辣地啦，里面可以食到一丝丝嘅蟹肉同埋炸蒜嘅风味，咁好似一秒钟咧穿越咗去香港海鲜大排档。而呢几位本地代表嘅劲敌，就是嚟自另一间专注做饼多年的酒家推选出来的中西混合月饼。我们今年将西式丝滑的巧克力月饼和这个经典的蛋黄莲蓉月饼创新融合。这一款朱古力岩茶流心月，第一啖下去就是浓浓的朱古力味，然后嗒下嗒下又有茶味，它的每一啖都令我们很惊喜。而这一款朱古力黑松露流心月就好像喝了一杯热朱古力，浓郁得来又不会太滞，兼且加上黑松露就好像在里面加了几滴香槟，有层次感得来又高贵。如果说刚才的观海蟹月是香港海鲜大排档的代表，它无疑就是法餐精致的代表。另外亦都有本地老字号酒楼排出饼场，用1880个脆皮流心奶黄月饼砌成月饼泰斗四个大字，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今年呢，我们的产品呢都做了一些升级和创新。双黄白莲蓉月饼，我们是增加了这个海藻糖，我们吃这个产品的口感会没有那么甜腻。那新品方面呢，我们是增加了一个创新的脆皮流心月饼。今年的月饼武林争霸战可谓相当激烈，不知道各位街坊今年又钟情哪一款呢？接住下来到了中秋大餐的时间了，大湾区家家户户都有拿手好菜。是啊，中秋夜食佳肴，一家人团圆就最啱了。究竟用什么食材去煮的呢？其实都是一些家常用料来的，但是搭配独特，这道菜有蟹粉，同时加入了蛋和奶，为这个中秋节增色不少。我们一起去看看。喂食猫来到中秋节，沙田柳、田螺、月饼，吃了二十几年，有没有什么新意思啊？不如吃蟹呢？吃蟹，蟹都很传统，有什么特别啊？唉，后生仔，好多啲传统嘢啊，你未必吃过噶。大你去见识一下啦！中秋正是蟹尾高肥的时节，牛奶有住香滑醇厚的口感，冇想过蟹皇加牛奶味道会是咁夹。蟹皇炒奶，咁佢咧就喺一本古籍里边，同埋咧就喺博物馆嘅老菜单里边，我哋挖掘出嚟嘅。鸡蛋、青豆、蟹、榄仁、水牛奶、盐呢啲材料好平常，但烹调功夫就好讲究。一份嘅鸡蛋青就配翻一份嘅水牛奶，打散嗰啲蛋白就得啦，落翻啲生粉落去，等佢有黏合度。青豆嘅味道都要好好处理，一定要系飞熟。再将蟹膏浸落去呢个温泉度，保证口感香嫩。
大概是80度的滚水浸到个定型。定咗型呢我哋就要倒返开佢啦。唔係呢嗰啲蟹黄呢就会过熟就唔够滑唔够香㗎啦。烧红个镬之后用油晾镬两次咁样去炒牛奶先至够丝滑。转一圈就将佢弹起佢。蟹肉、蟹膏、青豆粒和我哋头先弹起的蛋白放埋落去，炒得奶够香咧，敢唔敢开火就是一个关键。要有我哋粤菜的灵魂，镬气嗰种香味嚟。煮好之后再用榄仁增加清香味，讲究啲仲可以加啲火腿蓉同埋蛋沙，令碟餸更加靓。点啊？够唔够新鲜啊？蟹嘅鲜加埋奶嘅话，好正啊，辉哥。系。呢啲咪就係中秋嘅味道嚟咯，学到嘢啦！一道炒牛奶係讲究镬气嘅菜式，印证咗粤菜对味道嘅坚持，以佳肴延续相聚嘅情谊。品尝蟹黄炒奶，感受团圆味道。饭后甜品不妨试一下传统甜品莲子羹配水晶饼。莲子羹当中加入圆圆嘅鸽蛋，水晶饼印上花瓣装饰。祝大家花好月圆！食过主菜就想介绍一种中秋的传统食品猪笼饼俾大家。咦，猪笼饼是咩嚟噶？其实咧，佢就系一个猪仔形状的月饼，装咗入一个竹笼入面，寓意住猪笼入水，财源广进，是我哋广府地区传统的中秋应节食品嚟噶。咁听落咧都几有趣，我都好想试下。当然冇问题啦，不过喺试之前咧，想介绍一对父子档俾大家认识，就系华哥同埋子睿啦。咁佢哋嘅饼店做咗40年，当中。就有卖猪笼饼，两仔爷拍住相去延续呢一份老广州嘅味道啊 ！Hello， 想问一下有啲咩嘢食啊？猪笼饼啦，依家中秋节买猪笼饼最好啦，就猪笼入水，加肥康俊。就系我哋细个啲唐烟酒店，中秋节啊都会有啲猪笼饼卖嘅，啲人攞嚟拜月光啊咁样。到我做饼铺嗰时，好多人话想食翻啲传统嘅猪笼饼或者咩剩，跟住我哋就做咗猪笼饼，一路做到依家。1983年，华哥开咗呢间饼店，一开就系40年。中秋节嘅猪笼饼，春节嘅炸油角，华哥都一直坚持出品属于广州旧街坊嘅节日味道。猪笼饼其实就是装在猪笼里面整到好像猪仔那样的月饼。关于猪笼饼的由来有两大讲法，其中一个流传比较广的是说饼铺在焗月饼之前要先进行焗炉试温，而这些猪笼饼就是先行的排头兵。呢度成40几度噶，咁你唔热咩？咁惯咗啦嘛，我哋啲惯咗啦。最忙嘅时候，一日会有几个钟喺呢一度？咁就10个钟咯，通常就呢个辛苦啲，呢个热啊嘛。你嗰啲辦公室噶嘛，有冷氣嘛，都冇嘛。主要係佢哋老啊，要繼承咁樣咯，同埋想即係想將自己啲餅店賣出更多嘅地方，俾更多嘅人。子睿是华哥的独子，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做过平面设计的工作，在几年前决定接手爸爸的饼店。除了继承老豆饼店美味的秘诀，子睿还在互联网上为饼店开辟另一片天地，令到生意越来越好。基本上我们的团员就是在做事，因为我们基本上过年过节大节日的时候都是一家人在做事，做完事才有团员。完整做一底猪笼饼，一般需要个几钟，工艺繁琐。而在速食文化盛行的年代，再加上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下，的确很难求得生机。但是华哥和子睿都没有急功近利的想法，他们只是想将这种味道慢慢地传递开去。咁好多啲外地啊、後生啊，都接受咗豬籠餅，就專程嚟揾豬籠餅啊。咁有啲拎寄去外國啊，帶外國啊，咁俾啲親朋好友啊咁樣啦。因為外國冇呢啲傳統嘅產品。40年嘅傳統老店陪伴一代又一代嘅街坊成長，等我哋更加懂得中秋嘅意義，珍惜一家團聚嘅美好時光。
鳥瞰神州精彩在線，在雲南曲靖的會澤縣，夕陽映照晚霞，餘暉照亮了整個天空，最後亦都是消失在地平線。節目的最後就跟隨我們的鏡頭一起去欣賞下這個夕陽無限好的美景了。今天灣區傳媒體的節目時間夠，我們下集再見，拜拜。